分点啊。唯一好消息就是说，来自各方的讯息都显示，新冠肺炎在美国的这个包括了纽约以及其他几个州啊，所发生的这种这个确诊的病例跟死亡的这个情况，已经是慢慢从一个高点，好像是慢慢有点回落的这个迹象啊。ICU 的这个急诊的病房里面，现在病人的人数也在减少当中，而一个在经济方面一个。更是被大家所关注的重点，就是川普总统呢，他上个礼拜，他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他在白宫的疫情说明会里面说，明天星期二将会公布一个重启国家的会议的一个小组或一个班底。那么这个班底到底哪些成员，这个名单他会在明天公布。那么这个班底将会策划，在这个美国。重新开始啊！我说这可能是商业的复活日啊，复活节，商业的复活节。那么开始来整个复活美国的这个整个工商业。那么是明天要公布这个重启国家会议，它的有关的人。而另外就是有关这个哪一天会是一个重启日？那么现在人们都在猜测5月1号。说是4月30号或者是5月1号，因为4月30号是这个目前的有关这个社区社会的距是保持这个叫做这个 social distance，它的这个隔离的这个政策最后一天4月30号。那么5月1号开始会是这个工商业复活日。我有两位对于这一个新闻，那么有关明天就会开始重启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工商业的开始有这么一些的活动，那么就这个特别被大家关注，两位怎么看？那么谢霆教授，您这个是经济商业方面的专家，您先给我们大家来评论好吗？我想这次川普也做得非常那个谨慎小心，因为我们看到中共呢，实际上它是匆忙的封城，对吧？这又匆忙的解封，又匆忙的现在解封以后呢，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好像很多城市啊，很多地方又开始重新封起来了，就是说这反复，就是所以说他们本来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因为这个瘟疫是中共。在中国发生的，如果中国真正能够给这个全世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染的数字，传染的速度、速率啊，或者是传染率、死亡率，就所有这些信息如果透明的话呢，全世界都可以从中国呢学习到，就是说这个瘟疫是怎么发生的，这病毒是怎么发生、治病的，就是说，那么对这个瘟疫会怎么结束，也都会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理解，对吧？很遗憾呢，我们现在得不到这个消息，得不到这消息，所以美国为什么现在就非常讨厌、恨、痛恨中共就在这里。那么现在美国只能从意大利和韩国，就是说韩国似乎控制得很好，从意大利现在开始削减，从这个呢来预测。但现在这个预测的模式呢，这个 Dr. Fauci 也好，或者 Burks 也好，这些这个从川普的团队里这两个医疗专家、一公共卫生专家。他们现在都也非常谨慎。现在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呢，就是这个疫情，它在纽约州，好像在纽约现在好像是在趋于平缓、趋于减少，在华盛顿也得到控制，但是是在华盛顿州了得到很控制。但实际上，在美国其他各州呢，我们现在只能说现在还不知道。那就是说，它这个各州的它这个拐点在哪里还不一样。因为美国这么大嘛，你知道美国这么大，那其他各州现在有些还是在处在上升的时态，所以这个川普确实不敢这个，不敢就是轻举妄动，不敢绝对不敢像，没有一个国家敢像中国那样，就是中共那样，就是说匆忙的强制的复工。那现在这个我觉得他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川普，你看他就是说从策略上呢步步为营，就是说不给这个民主党留下任何这个攻击的借口，也汲取了这个中国的教训，那就是说。他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这个你说刚才说这个商业复活委员会重新开放美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跟这个原来那个委员会呢，病疫的委员会呢是分开独立运作的，并且我发现这个委员会非常有意思，是说它的组成的人士里边呢，包括的更广泛，包括这个病毒学家、医疗学家、专业人士、经济人士，包括国会议员，
我估计他会邀请很多那个民主党议员也进来，然后还包括各州州长，所以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是非常那个非常那个会非常的有那个代表性和那个会起到很大很大作用。这也是正好我们看到，就是说真正这个民主这个机制被激发出来以后呢，人们会非常这个小心谨慎的去看待，所以我对这个委员会有很大的期待，就是说他们也应该做得很好。但是我可以预计这个委员会里边这个争论会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尤其是你弄的各州的州长在里边，有些州他可能是一个拐点已经到来，有些呢现在还正在上升，对吧？那经济学家就更是这样了，你把几个经济学家放在一起，我给你肯定他们会对这个下一步的经济展望会非常非常不同。那现在甚至里面的一些精神传染病专家、医学专家也会不同，但是至少川普就是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方案让这个委员会来帮助他做出这个决定，并且这个委员会有这么大的广的那个代表性，那就是说他会做出的决定，最少就是说会是就是说经过了充分的那些。意见和充分的考量，充分的讨论，这样的话呢，会就是说对美国下一步呢会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东西还看，我不确定这个五月份就会，现在已经四月中旬，五月份这个我觉得有点乐观，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其他的检测的其他的结果，抗体检测的情况。还有这些各州其他的那个情况，其实尤其那些还在上升的州的情况，所以呢，我都觉得是可能至少要六月份或六月以后才会开始，才可以考虑这个商业的真正的复活的问题。好，谢谢。正如是谢教授刚刚所说的啊，这个现在争论的非常凶，那么是经济、商业界，包括了是白宫内部的一些顾问跟白宫内部的一些川普总统身边的人呢、啊，都主张是五月应该要这个五月一号之前呢，或四月三十号、五月一号，那么就赶快要重新这个进行了复工复产啊。那么但是呢，医学界不怎么看法，医学界还是认为这个太早了一点，那么可能是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事实上到今天呢，这个新冠肺炎呢，在全世界已经是这个数字吓人了，187万人是被确诊，187万，这真是可怕，有116000人死亡。那么这是真是非常可怕，而单单是在美国就有558000人现在是确诊，而这个有22000多人是这个死亡。不过好在就是说美国现在就像谢教授刚刚讲的，就是加强了检疫啊，加强了检测，那么已经有280几万人现在已经被检测了，那么这是美国设法来把这个检测能够来尽快的来普遍化，那么让这个就是带有病菌的人的这些病患呢能够赶快显露出来啊。但是对于这个五月一号是不是这是一个美国这个工商的复活日，我不晓得这个鲁先生您怎么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美国整个的一个拐点就会在五月一号出现？我觉得五月一号一定会开放，这个毫无疑问。这个第一是关闭的时间太长，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信号是在这儿，就是川普总统昨天发了一个推特，他在推特里边要求大家你做好口罩的准备。因为这个很奇怪，就川普这老头是一向这个对这个戴口罩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向就是在很多情况下面他都在坚持说就到最后没有办法，就是说你们戴我不反对啊，我只是不反对而已啊，就其实戴。但是他昨天的推特上面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家要准备好口罩。所以我觉得川普他的这个观念在随着疫情的变化在不断的在更新。我们可以从最早的对疫情他自己本人啊去检测这个情况啊，这个从他这个对这个纽约州、新泽西和康州要不要封城、封州的这个命令、这个变化上、态度变化上面来看，就是这老头这个转得非常快，他顺应形势的变化的这个情况非常快。
所以我觉得他既然下定决心，就是连口罩他都认可，而且还让大家准备好口罩的这么一种情况下边，他显然是做好了一定的准备，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认为拐点已经到来。我上个周一在这里谈这个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就觉得从上个周日开始，也就是四月六号开始，实际上的数字观点，数字上的拐点已经出现了。那么我倒不是说为自己去找什么辩护或者找什么这个的，就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数字它不可能是一个无限高峰上去的这么一个状态。实际上这些医学专家，包括美国的流行病专家福西先生和那个 Brake 博士，他们要做的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要消峰，你不可能避免说这个传染病这么大范围里面在美国不可能传染，他只是要求说我们要把这个高峰这个要平缓的让它下来，以适应美国现有的那么医疗设备和基础的医疗设施的这种的满足这种匹配的需求。那么显然就在目前这个情况是达到了。我们看昨天和前天的数字，在确诊的人数下边是在逐渐逐渐的递减的，那么这个是证明了这个整个的疫情的人数，确诊的人数是在下降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数字是非常可怕的，是有这么多的人这个被确诊。我觉得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应该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因为这个传染病特别是危机来的时候最可怕的在什么地方，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面对谁，我们在面对什么样的危机。我们最可怕的就像罗斯福总统当年写的，我们唯一因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现在大家已经对这个疫情感到不那么恐惧了，因为我们有最先进的测试手段，所以测出来的这些人已经被证明他们是这个携带这个这个新冠病毒的。那么这些人里边就会被隔离、被救治、被这个到这个甚至进 ICU 的都有。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边，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真正被确诊的人大部分都是无症状、轻危、不需要住院的这些人。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真正要住院治疗的大概就在 25% 以下。那么真正进到这个重症病时需要上呼吸机进 ICU 的这些人又是比较的少了很多。那么前天有一个德国专家，他们这个公布了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对所有的因为新冠病毒去世的人的尸体全部进行了解剖，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的，这些去世的人全部都有并发症，就是原来的基础病例，只不过是新冠病毒引起的他们这些原有的这个病例，这个基础病的复发或者抵抗力的减弱导致死亡。换句话来说，没有新冠病毒也会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世。以我们这个小城市的这个例子来讲，我们这个城市大概有10万人，现在确诊的病例是44例人。那么第一，他这个病例就非常少，因新冠病毒致死的人有一个。昨天我在这个微信群里边，我就讲到我的这个观点，因为我们这个城市是比较适合这个养老的一个城市，很多全美各地甚至包括加拿大世界各地的人都到我们这里来这个养老，都是年龄非常大的人。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难道没有新冠病毒我们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都一个吗？到现在致死的人只有一个。所以我觉得从致死率也好，从大家对他恐惧也好，从实际的确诊数字下降也好，从层出不穷推出来的治疗方案和检测方案也好，我认为拐点已经到来。那么由于川普总统谨慎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对自己做了很多的改变，实际上他很早的时候他希望在复活节的时候就立马复工，现在他已经为他这个目标推迟了很多，说明他在因应的很多政策和形势的变化上面
他是做到了心中有数，他改变了自己，这点让我觉得对这个事情充满了希望。那么从结合数据的出发，结合人们恐惧的心理不在的情况，结合美国的整个经济甚至世界的经济都需要美国再来重新启动它这个打开大门的这种形式来说，我认为在5月1号一定会打开国门，经济形势一定会恢复，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好，谢谢鲁难先生。那么这个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我们留有时间来给您发言哈。那么观众朋友们，您可以上这个 Zoom Z-O-O-M 这一个下载 Zoom 的这个软体，然后您可以进入这个会议，然后打入这个ID number， 在 ID number 在油管就 YouTube 上面啊，您看在 YouTube 上面呢，它上面有这个 ID number， 然后打入 ID number 以及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的 number， 然后密码 number， 您就可以进来发问。那么我们的 ID number 是921-8830-0580，然后呢密码是606643。您只要在 Zoom 里面，然后您参加会议，然后举手发言，打入这个 ID number， 然后跟这个密码，您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啊。我们留有时间啊，虽然是说这个您需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啊，但是只要是您这个发言，我们的导播就会把您的这个意见可以引入进来。刚才呢这个鲁难先生他谈到了这个举了几个例子啊，他相信5月1号一定是能够说是拐点就到，然后工商业的复活日在5月1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么我也加入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这个恐怕也是符合这个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符合川普总统这个观点的，就是赶快来恢复这个经济的这个活动。那么这是什么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评议最高的指挥的，或者是说这个最高的这么一个医学专家，就是这个全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啊，佛奇啊 ，Anthony Fauci。那么他这两天都是在这个电视台也好，或者自己的一些的评论当中都说，现在不是时候。他认为现在这个对抗这个新冠肺炎虽然是有了进展，但是应该更保守的应对啊。佛奇这些的评论呢，引了很多的一些对他的批评啊，这个特别是在白宫的一些人，还有一些经济界的一些商业界的人士对他的批评啊，就说这个他佛奇啊，他不应该是最高的这样子的一个顾问啊。结果呢，川普总统把这些的批评转推出去。那既然川普总统转推这个对佛奇的负面批评，就表达了川普总统对佛奇的这个观点的这个不满意和观点的这个相负面的这种观点啊，所以这也佐证了刚刚这个鲁难先生所说的，应该是在5月1号，应该是川普总统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够来成为一个拐点。不过这个谢田先生好像还是不赞成5月1号，认为这太早了一点啊，应该6月，是不是？我觉得呀，我没那么乐观，我觉得这个除非就是说川普其实他，我倒不认为他一定就是说他在反对那个佛奇，因为他现在他做出决策，他必须得基于这个卫生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方的你的建议。我想他这个就是说应该是比较开放一点，就是说你佛奇自己呢，他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对吧？你公开发表，反批评他人也可以公开发表。那你川普这个时候他可以完全可以很超然的，就是说让他们去争论好，争论完了以后呢，他这个第二个公开开放市场的开放经济委员会呢，他一定会在这种争议声中呢，至少得出一个基本的共识了以后呢，才会那个开放，因为美国人不可能就是说冒着这个生命危险去开放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而你知道这样一个委员会，独立的委员会。再根据新的疫情发展来做出决定的话呢，你说现在从到5月1号只有两个星期，这个我是觉得恐怕没那么快，我们要看一看啊。嗯，好
好，但是那个这个卢旦先生这是很，他是比较卢旦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像谢田教授，他是经济学家专家，那么他考虑的事情，就对整个经济的各种数据，他要做到100%的把握，他才会下一个这个决断。像我们这种就是闲云野鹤做媒体的人做这个，我们是从社会层面上来考虑问题更多。那么就说川普总统实际上他要面临几种考量。如果你要听医学专家的话，你让医学专家来说一个绝对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有把握的，他必须不说100%，应该至少99.99%，他认为这个流行病一点都不会爆发的情况下边，他才会做这种决定。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做任何一个事情，就像那个我们不可能有这个真正的真空一样的，你这个真空里面它总是会有一定的杂质的话，做政治人物，特别是川普总统。他要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运转、经济的运行，包括世界经济的运行跟这个所承受的风险之间的一种比例。那么即便在5月1号不能全部的开放，就是恢复到正常，我觉得这还是有难度的。但是部分的开放，打开这个暂停键，让这个社会开始正常的去运行，我觉得是势在必行的。他一定要启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前一个星期他的失业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80万这么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持久下去的话会引起各种的社会动乱和不安。那么他如果一旦对经济的这个伤害到一定深度的层次的时候，你再想重新把它恢复到原有的状况，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部分开放是吧，考虑到两方面的风险和它的收益之比的时候，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面，由于它的检测手段、医疗手段，这个包括医疗物资都在不断的在跟上的时候，有可能川普总统他要是一个就是下定决心的时候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谢谢你。一个故事啊，我补充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故事没有。就是在医学专家和这个政治家之间这个做选择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故事说，好像不是有一个那个游轮叫做钻石公主号是吧，在日本是吧，在后面是美国不是把这个从上面那个有大概有100-200个美国游客把它接回来了吗，后来就是在接回来的当天晚上，就是说那个准备已经上这个从船上下来上这个巴士了的时候，他们当我记得我后来看到一个故事报道，这个故事是说发现有十几个人确诊，那时候有美国几个就是美国游客里边十几个人确诊，从钻石公主号下来在日本那个码头上面，在已经上了巴士车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确诊了，又知道确诊了以后呢，当时的美国就是两方面的意见呢，美国这个 CDC 的专家认为呢，不能让他们上飞机，不能把他们接回来，应该让他们在日本就地隔离，而美国国务院的那些人呢，外交人呢，他们认为呢，我们如果不让把这个从这14个感染的人确诊的人从美国人从车上拉下来，放在医院留在日本，不把他接回美国，那个事他根本做不到，完全没有。所以当场这两方呢，就在政治家这外交家这一部分和这个医院医学专家就在这个激烈的辩论这件事情，最后呢，这个。外交国务院占了上风，还是把这些人接回来，就说他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还是你看出来这个民主国家他即使有这种风险对吧，他还是要把自己的国民也接回来。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中间讲就是说，所以呢如果这个川普要开放完全开放，如果有这种更多的生命危险放在其中的话呢，我想他不敢做，他不会做。那你说如果是部分开放，这倒是有可能，但是即使部分开放，我想恐怕可能也要6月份、6、7月份的事情，就是说美国恐怕还不得不继续为这些失业的人呢，就是说继续提供一些补贴才可以，这是我的。好，谢谢你。我们刚刚我们除了是希望这个我们在我们在这个网上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这个上 Zoom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之外，另外在这个很多的人这个在我们在
观看我们的讨论之余，他们也有很多的留言。我看了一下这些留言里面很多都是有关于这个讨论口罩的问题啊。那么有一位这个 Pong Arthur， 他就是他的留言说，台湾香港在中国病毒开始，民间一直自强自立，自强自觉戴上口罩，所以病毒蔓延就不如西欧各国。这一些欧美国家总批评戴口罩不对，我个人认为以后的岁月里人民佩戴口罩恐怕是潮流，是个人服装上不能欠缺的一部分，出门我奉劝各位都必须要有这种装备，小心万事小心。而另外一位郑元生先生，他的留言说，且不说病毒是否人工研究还是故意放毒品，故意放毒品的，光说隐瞒酝酿释放病人，同时收刮全世界的医疗物资，就解释不过去了。那么CC 他的留言说，不戴口罩明镜里，好像是王成最开始说的啊。那么这个很多人都对口罩的问题有很多的一些讨论，而川普总统刚刚这个刚刚谢田教授也说了，那么川普总统也说呢，是啊要在这个礼拜发表的这个评论发表的他的谈话当中呢，那么将会鼓励人们戴口罩。那口罩的问题现在好像是身价就是比过去不太一样了啊，这好像也是在美国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当中这个几波起伏里面，特别是口罩是也让人很特别这个关注的。不过我现在看街上好像至少有一半的人是戴着口罩啊，我不晓得你们的观察如何。我看到的也是有部分一小部分戴，大部分还是不戴的。哦，你看到的大部分没戴啊？那个鲁丹先生呢？你看到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先说我自己吧，我自己到目前是不戴的。然后这个进到这个超市里边也没有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从我们这个地方的数据来看，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感染的人数非常的少，也就是说你在一种这个开阔的环境，在一种这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边，然后有数据支撑的环境下边，你本人是相对安全的。我们这里呢也有一部分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商超市里面的工作人员，他们开始戴了，大部分人呢是不戴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比较开阔，然后空气流通非常好，特别是室外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是街上是没有人戴的。那么商超超市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有戴的，饭店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也还没有看到有人在戴。我觉得这个口罩的问题我们分成两块来讲，第一块来说就是它本身是有作用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尤其是在一些这个空气比较闭塞的环境里边，有这个传染源在大量活动的这种情况下边，有被传染的这种这个风险里边，有口罩好过没有口罩。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安全的环境里边，在空气比较流通向室外的这个各个环境里边，那么接触的感染比空气之间传染更加具有风险性。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 CDC 提倡洗手，然后这个多洗手，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理由的。那么我们不戴口罩的还有一个原因，第一是买不到，第二呢我们也没有去买，就是要把这些口罩还是要让给那些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每天处于危险之中，他们需要很好的防护。如果他们能够起到了战斗作用，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生命，能够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如果他们得不到保护的话，把医院本来是应该作为一个挽救人生命的地方，变成那个传染病毒的地方，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谢谢。那么这个我们网络上面这个对口罩的这个另外一位观众他留言，他说，川普总统知错能改，老人家不会再坚持不戴口罩了。另外一位郑元生先生他的留言，其实要担心的是病毒传染给非洲，会让病毒生存下去，然后时不时的回传，没完没了，甚至于再次变异。那么Paul Wave
他的留言，他说川普没有耽误多少时间，只是对欧洲的防范措施不利，但是这不是有意的，可以原谅啊。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他们的留言啊。不过这个口罩的问题还是大家所非常关心的，现在市面上的口罩有些说是可以买到，有些说还是买不到。不过口罩的欠缺也难怪川普总统会生气，就是美国急需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3900万只口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么是先多了一道程序，那么是海关一定要验证的证明啊，要保持品质，那么这所以呢，这一批的出口物资呢，恐怕要耽误一些时间，难怪这个口罩是啊，引起了在国内很多的一些的这个担心啊。不过现在口罩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我知道，在这个一些的，就是美国啊，包括了一些这个平价的一些卖场里面，那么他们的口罩的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呢，很多卖场事实上已经找不到口罩了。那么真正能找到口罩，好像都是在网络上面，但是他们的卖价通常平均的，我看到的一些卖价都是在50只口罩一盒，而每一盒大约都是在35块到45块之间，那么还是比较过去还是贵很多。而纽约州长葛莫说是跟大陆买医疗器材包括口罩在内，现在价格涨，那么最高达15倍啊，这也是让美国人非常的不高兴的。好，谢教授有什么补充没有？鲁丹先生，你有什么补充没有？没有，我倒是我也没去看，但是好像我们有些朋友、亲戚朋友给我们寄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去跟这些医护人员抢口罩比较好。对，不过如果说是尽可能不要出门了，这个在户外的这其他的这种这个接触呢，还是很有点危险的啊。鲁先生，您没有什么补充了吧？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川普总统啊，就刚才你念的那个观众的来信，我觉得这观众是非常的这个睿智的一位观众。就是实际上川普总统在这个里边，你要说他耽误时间的话，我觉得你要一定要站在他这个位置上来考虑才对，因为他最初对抗疫情的手上所有的数据，第一没有，第二面临的世卫组织跟他的这种压力，第三是他手上当时根本没有很多成熟的这个应对的方案。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当初最早的这个检测这个病例的这些测试剂都要需要从中国来进口，中国进口的现在在世界上已经证明了很多，最多它的检测率只有 30%， 而且时间很长。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把这个账算在川普的身上，我觉得有一点不是太公平。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他不可能说我在这个预备了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方案，应急的措施，会对那些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甚至万年不遇的这种事件里边去做一些牺牲。就像我们说我们这个每天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坐飞机到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飞机不可能上每一个飞机上面都备一个巨大的降落伞，一旦这个飞机失事的时候，这个降落伞可以打开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儿。就是你要把这些细微的概率极小的事情来做一种正常的来应对的话，那么谁也做不到这些，川普总统也不例外。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从他开头的认知到后来的主动的适应，他是经过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他在没有数据、没有物资、没有很多这个对这个病毒的了解的情况下边做出目前的情况，我觉得他的几乎每一步走的都是对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刚才讲到就是当这三个州的州长都对他这个封州封城的这个命令这个建议不感兴趣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你们还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每个州按照你自己的情况做。因为美国50个州的情况都大不相同，有的是集中爆发，比如纽约州，有的情况这个案例很少，那么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去做。我觉得川普总统在这一点上，在行政上面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失，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同意刚才那位观众的这个说法，而且我认为明镜的观众确实是非常的睿智。谢谢啊。好，谢谢。我们在节目最后来这个再把几位我们的观众的留言啊
来转述给各位。那么水滴观众水滴他的留言说，戴普通口罩可以防止手抓脸部，现在季节花粉多，手摸鼻子增加感染的可能。那么 Carry 这位观众他的留言他说，河南平顶山二中四个学生被120全套防护服者拉走，具体的情况不明，截至到4月13号晚上8点，河南平顶山没有看到新增病例，官方的这个是这么样的一个报道。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这个就为您这个播送到这里，感谢我们两位嘉宾，那么是人大校友会资深的新闻人鲁南先生，谢谢您，也感谢美国南卡罗来纳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教授，谢谢您，谢谢两位参加我们今天节目，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会。谢谢，再见，再会。